我是刚刚列车长的 F8902， 开往新竹的1141。我刚刚列车长的 F811 年2月2号，西站西子站。对，这班是1144，开往新竹，即将跑到将徐汉云航新竹的0012号上面的，然后902车呢，然后是8:27西子站拍摄1132次开往基隆的0012号上面的，然后907哦。双九百圈了，一个实力，一个还在停靠待比。啊，如果下面跟妈咱们多多点我们的激光片，刚才再讲。